大家好，我是博哥啊，欣赏一下咱家七名的小闺女啊。其实这个是星城 VIP 工棚参赛歌啊。加人赛打完了，决赛没上来啊。这只鸽子呢，骨架特别硬实啊。这只鸽子，它的同窝是一个小雌鸽，是全天下决赛的27名，它呢是大雌，但是它决赛没上来。但是这只鸽子坐育啊，坐育的育种能力是特别强的育种能力啊。我投呢2022年的鸽子啊，这个是2022-06啊，0966870啊。这只鸽子呢，2023年出崽的，打的是春棚，打的是2024年的春棚啊。我配了我在工棚拍的一只小鸽，106名啊，他俩配一起了。两个属于说一个飞过500公里加山赛的鸽子，一个是500公里的奖鸽，把它俩配在一起了之后呢，给这个武汉的鸽友，因为咱家的每年都会代替鸽友去交一些工棚啊，因为有的鸽友就是说的因为各种工作原因吧，就是说喜欢鸽子但是不能养鸽子，完了咱就代交一些啊，就这么合作的，给代交一些，给这个武汉的鸽友杨若斌出了一对啊，就是这俩鸽出了一对。打的是辽宁创意的春棚啊，这只鸽的子代呢，有一只鸽子啊，就长得特别像它黄眼的，200公里呢飞了600多米，啊，它的一个子代，300公里呢飞了600多米啊，400公里，它的子代飞了41米啊，在那个技能赛、育种赛上啊，都给鸽主是摘金夺银了。完了500公里呢，决赛呢带这个定位环啊，单冠带定位环，这只鸽的子代呢创了啊，但是创了也隔天也回来了啊，当时这胸脯都创开了啊，也隔天回来了，但是他呢带那定位环当天都没爆满啊，因为带定位环呢，你就是我建议带定位环的鸽子呢，你冷不丁带一下肯定对鸽有影响，如果说你要从收费站过后，你就一站一站带定位环，他慢慢适应了也行啊。我再欣赏一下这只鸽的个体，这妥条呢啊，今年呢给它做的是回血鸽啊，让它做了回血鸽，过年我保持原对啊，还配那个106名，直接送凯尔了啊，它的子代呢可以打神州打凯尔啊，当然是有合作的咱们可以合作，没合作的它子代我直接送去啊，因为这个是属于咱家新发现的或者是说新开发出来的一只黄金配对吧啊，黄金血脉，打这种高分数啊，特别好使，而且凯尔和神州呢全是高分数啊，给大家欣赏一下眼睛，扎眼啊。这鸽的母亲是名为公棚2020年决赛的7名，他的父亲是詹山元舍的子代啊，一个大老熊，坐育的他，他的子代呢已经充分表现了在高分数当中能飞高位啊。过年咱就重用，今天的视频结束了啊，跟大家说一声拜拜。